可以可以可以。鸽子快出来！哦，有大声有大声，非常的大声，给我们的小姐掌声鼓励一下。北方在哪里？就是我的正后方那边，有没有看到很多座山脉？他们呢，就是住在我们其中一座山脉的某个角落，从那里飞出来，来到这里的哈。哎，所以呢，他们非常厉害。等一下也要考验一下我们现场朋友的眼力，有没有人看到他们？那在他们出来之前呢，我需要现场朋友的帮忙。有没有现场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可以帮我的忙的？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帮忙吗？快点，哪里？进来。小倩，真的吗？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叫都是小朋友，那这一次我不一样了，就是大朋友。小朋友也想要哎。小朋友也想要，不要，我这次要大朋友。哎，因为每次都小朋友，这样不好玩。来，我问你一下，你帮我面对那里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等一下呢，你帮我大喊说鸽子快出来，他们就会出去了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，因为我相信你。你怎么跟小朋友一样好骗呢、啊？说得好。好。没关系，那你既然相信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失望，好不好？好嘞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这位那个漂亮的小姐姐，等一下帮我们叫鸽子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后面的朋友，你们也有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当你们看到我们的鸽子的时候呢，记得举起你的手，朝他挥挥手，打声招呼啊，不要跟旁边的挥手，因为你旁边人不是鸽子，跟我们鸽子打招呼哈。他们看到你们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呢，就会在我们这里做停留。之前呢有发生过，没有人招手，没有人打招呼，我们鸽子呢继续往南飞，过了半个小时才回来，这个会非常的尴尬，所以记得看到我们鸽子的时候呢，举起你的手，跟他们挥挥手，打声招呼。好，那小姐，因为我们距离非常的远，那你等一下仔细看一下我们的鸽子从哪里出来，距离非常的远，所以呢，我也要借给你们大声高，你就大声帮我喊说鸽子快出来，他们就会出来哦。好嘞，准备。可以喊吗？可以。鸽子快出来！哦，有大声，有大声，非常的大声，给我们的小姐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现场朋友，看一下我们的鸽子有没有出来了？来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吗？真的。形容一下，圆的、方的、扁的，还是长的？一整群。真的吗？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还有嘞？黑色。灰色。只要看到白色以外的颜色，你的眼睛应该是真的是很厉害啊！真的吗？今天好多人都有看到哦，你没有看到的再举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？在飞吗？好嘞，那我来跟我们现场朋友说一下，我们可爱的鸽子呢会沿着我们山脉的高低起伏来做飞行，哎，可以仔细来看。哎呦，看到了！有。看到吗？他往下了，往下，哦，往上了。来，那么挥挥手，回家了，回来了，回家。快点回家，我们回来了。有没有黑的？我就说有黑的吧。他飞过去那边了。你来有没有看到？他们直接又跑回来了。哎，这个呢是证明他有看到你们跟他们打招呼了，所以呢他们又飞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的鸽子的数量没有这么少只，所以要稍等他们。哦，好了，又另外一群了，他们很多群。哦，又来了，那边又来了，下面又来了，这边又来了，都有。那我们等一下都会发放的饲料全部是免费的。我们等一下所发放的饲料呢，全部免费的，所以呢，每个人都一定喂得到，哦。很厉害呢！哎，还没有全到，还在集合哦。还在来。哎，我发现你能召唤动物了嘞！想要拍照、想要录影的人呢，赶快趁现在！这是另外一个技能。哎，你后面一直有那个飞出来的感觉，有另外一群又来了，在远方。上面有来了，你看我刚刚就是有黑色吧，有反白色没看。哎呀，你眼睛很好。我们现场没有在看我们鸽子的时候呢，哎，可以先安静一点点，来仔细听一下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？哦，应该有人听到吧？不要跟我说没有听到。有，
没有听到的话呢，可能回家要挖一下耳朵。鸽子的鸣声，那个他在上面有装一个。再来问一下呢，来我来问一下，有没有人相信我的鸽子会吹口哨的？相信的举手，让我看一下哦。一直也相信。对。我跟妹妹在捧场的这样子。那个好像叫鸽铃还是什么？就算会吹口哨，也不会这么大声的。没有，他们不是吹口哨啊。我们这个声音呢，等一下可以仔细看一下。我们鸽子下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几只的屁股上面呢会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叫做黑色的屁股啊，鸽哨，鸽哨原理就跟我们的哨子一样哦，只要有风呢，只要有撞到风呢，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哦。所以呢，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们屁股上面都会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叫做鸽哨。不要想说他屁股那个是什么，是肿瘤还是什么？不是哈、哦，那个是他们在飞的鸽哨，他们因为有这样飞行呢，才会有这个声音哦。嗯，好，问得非常的好，我有听到你有问哦。这个呢，用意呢，其实有非常的多啦。其实呢，之前有很多人在训练鸽子的时候呢，怕鸽子飞不见嘛，所以呢，他们会放一只这个鸽子出去，只要其他鸽子听到这个声音呢，就会全部都一起飞回来。这个有一点集合召唤的功能哦。下来呀、啊！这个不是那个空气警报吗？不是说跟你说飞机要来了，要赶快。好，你先游泳过来。那我们现场朋友们，鸽子呢已经要下来了。来，你们的目光呢先移动到我的身上。我知道鸽子非常的可爱，因为呢，我现在来教你们怎么喂它们的。等一下呢，拿到饲料的朋友很简单，你们用站着的方式把饲料拿在手上，把它打开，它们就自己飞到你的手上了。就这样，很简单哈、哦。等一下拿到饲料的朋友呢，手打开，让他们看到饲料之后呢，就会自己飞到你的手上了。你们两个人把手举起来，看看他们。不会，手举起来就好。有，只要有停，他们就会开始停了。找我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没有成功的让我们鸽子飞到你手上去吃东西的人。有，在手上，他们会自己飞上来。现在有几位朋友已经成功让鸽子到你手上去吃东西了，非常的厉害哦。有，厉害哦。什么？我都来了，我都来了。我想要黑色的。哦，上面好黑啊！我想要黑。妈妈的嘞。我都来了，我都来了。我的有点大。他嘴巴吃那个吃的东西。你不可以吃这个。我的头奔妈妈了。你的飞过去了。对，我的被接走了。可以。没有鸟想要鸟我。要来了，要来了，嘿，你的来了，你的来了。第二只，哎呦，他不吃。给你。他脚很热哎。对啊。吃的好开心。还要看我啊、哦。哎，你看我波跳起来。哇，走了！他们整群都要走了。
等一下给羊吃的哦。对啊。他们会走吗？还是会再来吃？小姐。不一定，他会再召唤。你看，他们召唤整群的。因为我有感觉他们要走了。我觉得跟他们有默契。对。所以等一下应该会飞走，因为有一些飞走。哦，下来，毛刚刚说。走过去，你走过去。你走到，不是，旁边可以走，你要。喂，小仙人又来了。是三轮了，还没吃完。他们的指甲很尖。对啊。他们的脚很热。他们怕跌倒，那个指甲直接插到我肉里面。会。我两边都有撕掉，都没办法摸它的毛。成功了！来，哎哎，你引到一只大只的鸽子哦。你把它抓到手上去。你现在站在你手上。大只的鸽子，大只的鸽子。来，大只鸽子来！哎，不要嘞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赶快收举高！快来吃我的！哎，妈妈撞了一只哦！马中了一只，马中了一只。嘴巴前面的毛好漂亮，它嘴巴前面还有一撮毛，嘴巴边还有东西，它们好漂亮，它们的羽翼是防水。走啊！最后一万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你看。对，过来了，还是不找你。两只呢？我这边也有。嘿，你再拐，把我的。我这里比较好吃。哎，拐走了。哎。我的比较好吃。过来。你的手比较大，比较好站。快！没有，你跟我贴近，你跟我贴近，他就会一直吃，就会站过去的。你一定要抢走他很哦。他后面的。他夹不动。你看，那笑笑羊又来了，笑笑羊又来了。喜羊羊。喜羊羊。黑面羊。我站。它们毛超漂亮。真的。没关系，它们还是大。不去，不去。不去，他站在你的拇指上。没有，我就要把它用过去。不去。被你干走了。我妈妈嘞？我妈在后面。被难道是动一下跑掉？马上来这边，马上来这边。去我手旁边。还是过户这边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哎呀，你又背过来。没有，他是换个方向。走了，走了，再来上车。走了，又走了。来，准备吃。买哦。我这个爪子超尖的。赶快收举高，收举高，就看这一段了。等一下，他等他飞过来。有了，中了！哎呦，这只很漂亮哦。哎，这只漂亮的，这只漂亮的。兔子也来了。啊，
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的也来了。说我的好少。没办法啊，这第五浪。第五浪。他们的脚好虚哦，肚子很虚哦。对啊。踩上来就有热热的感觉。哎，他们刚都没有鸟屎掉下来。哎，对哦。突然整群在天空飞，对啊、下面的人都哦，然后每个人嘴巴都接东西这样。接冰淇淋。对。喂，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的手太小。很烫。很烫啊！来，哇，这只特写，这只漂亮。对啊，它好像冰淇淋。我们家以前有养这个。它眼睛好红，它们应该都熬夜在飞哦，眼睛很红这样。没有，它眼睛本来就是红的。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冰淇淋、啊，冰淇淋、啊。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这样吃一吃就要等明天了。那只在那边，在那边漂亮那只。哎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哎。又来了，第六、第五浪了。第五浪的。对，同一只才算两浪。虽然小小只的时候也是火中的。对。啊，又要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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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